爹。逃婚仪式刚了，你又擅自出府，太任性了。现在就跟我回去。不行，修炼尚未完成，我不能走。陆大人，这么多年不见，形势还是如此强势。荣云大师能收小女为徒，老夫十分感激。只是家中还有要事，小女就不便在此叨扰了。陆大人一意孤行的习惯一点都没变，青青已经成年，想必可以决定自己的去留。陆大人何必强人所难呢？我带走我女儿那是我的家事，荣云大师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青儿，随我回去。爹，再容我几日。不可，立刻跟我走。荣云大师，你这是何意啊？青青如今是我的徒弟，他在此处修炼，叫我一声师父，我便有资格管教。这么说，荣云大师是要与我作对了？本座不理世事，谈不上作对，但这幽篁里，我还做得了主。